我们为许宣宗那么多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那真的能及时赶到吗？不管怎样，我都要去试一试。女尼要去哪里？我们先去黄河看日出。请问骑自行车到黄河首曲要多久？骑自行车去吗？对。 而且你选择了一条很难走的路。小朋友，你怎么啦？最好的朋友生病了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只不过每个人修行的场合不一样。我们不要放弃，我们要勇敢，要有信心，万事皆有可能。